你在吃什么？棒棒糖。哇，看起来好吃哦！你穿的好像好有圣诞节的气氛哦，什么节要快到啦？那我们先来小小布置一下，如何啊？哎呦，你也吃得太夸张了吧！那我们来布置我们的墙壁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就开始贴吧。吃棒棒糖，不要吃得这么夸张嘛！好，那我们要贴喽。开始。制作小小圣诞树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有圣诞树绿色的，还有它的配件，开始咯。哇，超快速就成了一个小小圣诞树，我们现在把我们的东西挂上去就完成啦。来，开始把可爱的吊饰都挂上去吧。我这个超简单的，它就是有这边把它粘起来，就成一个小小的圣诞树了。好，然后把各式各样的东西通通的装饰上去，就是一个小小的圣诞树。有没有很简单儿子？好玩吗？等一下还有星星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等一下有星星哦。对啊，星星要放在最上面。星星树是在这里。对啊，没关系，你先把它挂完，我们再来看星星在哪里。星星看到了，星星看到了，星星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对。闪亮的一颗星，圣诞节要唱什么歌？你知道吗？Merry。叮叮当。叮叮当，好，那我们就赶快把它挂上去，完成我们自己制作的小小圣诞树。这是什么啊？这个是海鸥吗？这是什么？我看看，是老鹰，是鸽子，是老鹰的啊。老鹰怎么可能长得是白色的哦？会啊，老鹰就长得白色。老鹰就长白色。你在搬动你的圣诞树哦？哦，你想要把它的那个，哇，最闪亮的星星。好，我来帮你用用看，好吧？把它套上去就可以了。哇，哇，雪人，雪人，把雪人挂上去。溜直排轮的啊，你很久没溜了、哦。你喜欢溜直排轮吗？哇，驯鹿。驯鹿。我喜欢溜啊。你喜欢溜，那下次再去溜吧。你知道我以前的老师吗？你以前老师是谁？欸，我是说溜冰课哦。哦，溜冰课哦。是秋莹老师。是秋莹哦。嗯企鹅吗？对。糖果。你最喜欢吃的糖果，牙齿都要掉光光了啦。你很期待圣诞老公公来吗？对。你觉得圣诞老公公今年会送你礼物吗？会。会哦。他会送你那一台叫什么？巨力战神，
对啊，你都不知道，等下圣诞老公公也不知道，圣诞老公公没有在看卡通的呢。那你今年有乖吗？有哦。儿子，你的小小圣诞树完成了吗？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？有放上去什么东西？溜冰鞋。你最喜欢哪一个可爱的吊饰？哦，每个都好可爱哦，还有圣诞老公公。我喜欢煎饼。你最喜欢姜饼人哦。所以这个小小圣诞树好玩吗？自己制作的特别好玩，对不对？粘上去，挂上去就可以了。对啊，这个超简单的，很适合小朋友在家里自己玩，对不对？那你要跟大家说什么节快乐呀？圣诞节快乐！哼哼。好，给大家看有什么东西，继续转。卡住，还有什么呢？还有小房子、棒棒糖、圣诞树，还有天使。你在吃棒棒糖哦？啊，又在吃，又在吃，牙齿真的要掉光了。儿子，这是你布置的圣诞墙吗？那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有什么图样啊？这个是静电贴纸，我们放在那个，把它贴在玻璃上，对不对？超有圣诞节的气氛，然后再配上我们的小小圣诞树，是不是超完美啊？啊，你放在你头上，你也变一棵圣诞树，我看看。哎，拿掉你的夹子，我看，给大家看，给大家看，给大家看，看你变一个圣诞树，我看，你要戴在头上啊，儿子，超大圣诞树，哇，圣诞妖怪。哎呦，吓死人了！人类，人类，Hello，在哪里？你喜欢这个圣诞帽吗？超大圣诞帽！哎，后退一点，后退一点，后退一点，吓死人了！后退，后退，后退！你的星星掉了啦！哇，这是恐怖圣诞树，恐怖圣诞树，你会跳舞吗？哎呦呦，掉光光了！恐怖圣诞树，你会不会撞到墙啊？儿子，今天制作小小圣诞树好玩吗？那欢迎大家，跟大家说拜喽！祝大家圣诞节快乐，拜拜。拜拜。你不是在偷吃糖果吧？